我叫阿斯兰，大汉艾弗拉阿斯都是我的好朋友。最近有一件事让我非常头疼，爸妈老说上小学的事儿。哎，我只是一个6岁的小孩，我又有什么办法呢？这是我的爸爸，阿也恒阿汉。有篮球、排球，啥都有，都专门老师给你教踢足球的呢，多好！怎么样，想不想上学？他在电视台工作，有好多机器，可酷了。阿一恒，把主持人话筒提高一点。爸爸说自己是爱捏的宅男，宅男是什么意思？我不太明白，但是他每天都在弹吉他，还要开音乐会呢。那我以后也要当一个爱踢足球的宅男。姐姐，你回来了吗？爸，我回来了。这是我姐姐，她每天都要做作业，这可咋办呀？我上学了，肯定也要做作业。不过，我觉得我自己挺聪明的。亚音老师可喜欢我了。去上小学的话，学习肯定特别好，而且我又会踢足球，现在还在学钢琴，到时候肯定是校草。Good healthy body, worse more crowning. Do you know? Do you understand? Yes. Yeah, 好好睡觉啊。好啦，这就是我的小小世界。妈妈喊我睡觉了，晚安哦。